李焕英教育甲文化委员会伫咧交委办研究李伟林义进的安排之下，会同教育部甲体育署等相关单位来到新化区的考察新化高中佮新化高工的办学状况，透过实地走访，互中央部会了解地方的需求。教学上好，伫焕英教育甲文化委员会伫李伟林义进的安排之下，邀请教育部甲体育署等单位前往新化区进行高中级的考察，希望互中央听出地方的想法，争取学校所需要的经费。今天教委会特别安排哦，来新化高中跟新化高工来做一些考察。那我想新化是我的选区，那我也在教文委会担任委员，所以我就一直强烈的要求他们也要来做考察。那期待他们考察之后，觉得学校的需求非常的重要，然后来编列预算来补助。这届新化高中针对体育馆的涂卡征收争取经费。同时，新化高工也向教育部争取管乐团的家己设备，希望学生有更加完善的教育资源。新民馆哦，从启用到现在已经26年了，那所以整个的这个木质地板其实都已经不堪使用。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室内的场所，那除了可以做篮球的比赛使用，那也可以打羽球，就是一个下雨天的一个最佳的室内的集合场地。那所以如果这个场地能再做一些更新的话，那会让孩子不管是室内的集会或者是打球，都会有比较安全的一个场所。那新化的管乐节非常有名，那从新化国小、新化国中到新化高工，那高工的这个管乐器也好几年都没有添购，那有些管乐器已经有严重的损坏，所以也要请国教署来做一些补助。针对两间学校的需求，教育部也已进行回应。新化高中体育馆的涂卡征收，目前已经排入体育署的经费审查，预计会使在3月底前核定。同时，新化高工需要家己经费也会进行补助。记者吴博义，新化区采访报道。